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叶君子 Showcase Channel. OK, 那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2021年9月份 TLV 的小车，但这里面不包括两款法拉利。那除了那两台法拉利啊，一共是推出了八款小车，最大的是这款日野的箱货，然后还有一款好像是叫 Scott 吧，就是之前是有一款绿色的，这次刷了一个黄色。接下来是有两款皮卡，那这一款的话是一个普林斯通轮胎店的涂装，还有一款这个皮卡的话，它是一个北美的版本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方向盘就可以知道了，它是一个左舵的。那这两款皮卡的话其实都是来自大名鼎鼎的达特桑，说起达特桑的话，那大家肯定就都不陌生了。接下来是两款这个马自达的 2X7FC 的版本，那这两款的话，一款是墨绿，一款是黑色，刷色也是达到了 E 跟 F、我也比较好奇它为什么会刷这两个颜色、我当时预定的话好像听说是这两款好像是什么纪念款、现在已经不记得了、到时候我再去看一下、TRV 的小车对吧，每个月怎么会少了尼桑的小车。那这两款小车的话其实比较普通了，特别是这款黑色的，我感觉我是中奖了、就车顶部分有橘皮，那买这款小车的小伙伴，你们也赶紧拆开看看啊，有没有类似的情况。那这两款小车啊本身没啥毛病啊，就是跟其他的小车比起来缺少了一些话题度或者可玩性。 OK, 那本期的野军快速分享啊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见， See you!